那么说你就说我要缩小，我要缩小把它供养好，我才能把销售做好，那不一样，那不可能。嗯，样幅是为了什么？样幅是为了，样幅为了是让产量最大化。嗯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还需要再学那么多。 我还几年吗？你出来歇一天，我还活几年了，你出来。